鄭裕玲自從去年宣布和無線結束44年賓主關係之後，人氣不減反增。除了和開 TV 合作拍攝旅遊節目，自己的影片頻道經營短短兩個月已經累積超過20萬訂閱者，一直都是廣告寵熱的嘟姐工作不斷，最近更宣布和蟲草大王陳恩德續約，繼續出任他品牌代言人。提到今次再續約的原因，嘟姐就表示有誠意有信心。至於近期盛傳無線高層人士變動，問到嘟姐會不會考慮回巢，他說希望所有人都迈步前进。